我刚梦到你在北海道。那我们就辞职啊，想去哪就去哪。哎呦，你可配合不得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在意的人都离开了我们。你的报告上不用交代这颗子弹，对不起。不能陪你去看雪了。失去你，知不知道你在浪费谁的时间？那你们先告诉我他怎么死的。我不管明的暗的，把所有跟王瑞通过电话有关系的都给我带回警局。从哪里来？回哪里去？牵着。